Hello， 各位街坊大家好。今次咧为大家介绍到嘅咧就系我哋一个叫做时代中国啊，系我哋香港上市公司，同样都系全国一个地产十强啦。喺我哋中山西区一个新嘅住宅盘，时代美神。咁佢隔篱咧就系我哋一个旧少少嘅一个叫做住宅片区啦，同埋有一个叫做昌平小学啊，系属于一个省一级资质嘅一个小学嚟嘅。咁我哋楼盘自身咧带有一个公立嘅一个幼稚园嘅。咁佢时代美神咧系主打一个叫做高品质、高质量嘅一个实用嘅户型设计啦，同埋一个高级装修嘅。咁呢边可以见到我哋幼稚园、篮球场同埋我一个商业综合体啦。而且我哋呢边绿化面积咧做得比较好嘅，有我哋一个阳光大草地啦，700米嘅一个无边际泳池，楼下配套有我哋一个健身室，同埋一个亲子乐园、读书室，同埋一个老人嘅活动场所嘅。咁呢边咧就系我哋一个小区嘅入户门口啦，可以见到系非常之高卡士嘅。我哋呢边园林绿化方面咧就高达40%咁多嘅。冇错，系40%。咁平时茶余饭后啦，即系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落嚟楼下呢边散步啊、跑下步，同埋做下运动噶。依家见到嘅咧就系我哋一个叫做书吧。即系我哋图书馆啦，咁平时系对业主同埋住客开放嘅，得闲都可以来呢边叹下空调，睇下书。咁佢入边藏书咧系高达3000本咁多噶，而且每个季度咧政府咧系会更新我哋一个藏书嘅一个种类啦，同埋我哋一个呢边就系我哋一个拍摄团队啦，喺呢边做一个拍摄一个广告做 promo 嘅。咁入边呢度咧一个空间啊都系非常之足够噶。可以满足到我哋大细朋友平时，就算你几十人喺呢边尽睇书，都系非常之足够噶。时代佢做一个三房同埋一个四房为主嘅一个住宅嘅户型设计啦，咁佢呢边咧全部都系大有装修交楼噶啦。而且它採用的一個我們一個家用電器標配一個設施呢都是比較高質量的。這邊是我們一個6米挑空的一個 lobby 來的，它這邊平時就用來接待朋友啦，或者在這裡休息聊聊天歇下。很少有見到有這麼高6米的一個 lobby， 而且它一樓呢是連過隔離棟的，即是平時你下雨啊或出行不用擔遮啦。咁我哋呢边一个86平方3房2厅嘅一个户型咧，呢边可以见到我哋一个入户花园啦，可以喺呢边整个鞋柜喺度换鞋，同埋摆放一啲生活嘅一个日常杂物啦。咁跟住落嚟见到有我哋一个厨房，厨房呢边咧佢3件套咧都系配齐噶啦，灶头啊、出油烟机呢啲咧都系用翻我哋一个西门子嘅一个品牌嘅。客厅同埋饭厅嘅一个分区咧比较明显啦，可以见到系非常紧凑舒适嘅一个户型嚟噶。咁佢呢边骑楼方面咧，户户咧就采用一个朝南设计嘅，南向而家咧就系望紧我哋呢个入边个花园啦。可以见到我哋绿化程度咧系相当之高噶，而家系未叫做全部做晒咧，都系已经一个咁靓嘅绿化啦。咁到时做完嘅话咧，绿化个水准咧会更加高噶。卫生间即系我哋浴室方面咧，佢系一个采用干湿分离嘅一个设计啦，而且我哋嘅马桶同埋我哋一个花洒咧，系用翻我哋德国高尔嘅一个品牌嘅马桶方面几千蚊一个噶，仲有我哋花洒都系要5000蚊一支嘅。房间方面咧，佢就系赠送有窗台位啦，而且面积方面咧，你铺咗床同埋做咗个衣柜嘅话咧，都系好实用噶。咁佢呢度瓷砖咧就用翻我哋国内大品牌马可波罗嘅一个瓷砖嚟嘅，仲有我哋
嘅一個叫做室內啊房間入邊嘅一個木地板咧，都係用翻我哋大自然嘅一個叫做複合木地板啦。咁而家呢個咧就叫做98平方，三房兩廳兩衛嘅，就比頭先嗰個咧叫做交叉 L 板咯，相比之下係多咗一個洗手間同埋房大廳、廚房各方面咧係會大翻一個 size 噶。咁佢稍微咧呢個單位就會比隔離嗰套咧首付方面咧稍微高翻少少嘅，係要去到400,000咁上下噶。但係400,000嘅一個首付咧，係擁有一個大裝修同埋呢個大三房設計咧，係非常之靚嘅。可以見到洗手間方面咧，比頭先嘅大翻少少啦。除咗呢個台上邊嘅一啲化妝產品咧，其他都係我哋一個裝修嘅一個標配嚟嘅。咁牆身方面咧，係用翻我哋一個白色嘅預膠漆啦。如果想有翻其他顏色嘅話咧，就要後期咧自己去搞搞啦，諗下辦法。不過我哋呢個預膠漆咧，都係採用三層兩層底漆，一層面漆嘅一個漆底咧去設計嘅。咁平時咧係可以完成到啦，即係譬如話你污糟啦，即係可以清洗高達5000次咁多嘅，所以就唔使驚滑花，唔使驚話用水清潔嘅。咁佢呢度優勢咧係喺邊度咧？咁講翻啦，我哋係採用一種叫做新技術嘅。咁我哋平時見到我哋一啲線路啦、水管啦、電線方面咧，係行翻我哋一個地下噶嘛。咁佢時代咧就用咗一種新技術啦。咁佢所有管道電線方面咧，係行翻我哋一個天花嗰度噶。即係對於我哋一個日常嘅唔好講維護啦，咁即係你一個襟用程度咧，係會高出好多年嘅。咁而家睇到呢個咧，就係我哋一個四房單位，係屬於一個叫做117平方嘅。咁佢呢邊當然啦，四房啊大翻好多啦。咁首付方面咧都會高翻少少嘅，係500,000咧就可以搞掂噶啦。而且佢呢邊香港人咧都可以做翻我哋大陸嘅一個借貸嘅，即係上會俾30%首期，500,000就 OK 噶啦。咁佢呢度做四房設計啦，各方面房間啦，仲會比頭先嗰個仲要大好多噶。咁而且佢入邊咧，主人套房入邊咧，帶有一個衣帽間嘅，而且洗手間嘅一個面積咧，仲會大翻好多，可以用嚟做翻一個浴缸設計咧，都非常之 OK 嘅，適合浸浴嘅朋友啦，係咪先？咁如果需要了解更詳細或者更多嘅一個樓盤資訊嘅話咧，係可以嚟到我哋美星噶，即係我哋視頻美星。